没有钱，还有家里太穷，就是在那个玉米和土豆不够吃嘛，就是我想出去打工嘛，就是我想出去那个砖厂里面做事。我背的小孩就是一个月就是拿到五六百嘛，然后我的小孩感冒了，就是我带他回家嘛，就是我打不小不就是我被子和衣服和什么都舍不得丢掉，就是我什么都喜欢，就是我背回去嘛。那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呢？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吗？就是我家里没有工作没有事，就是来到下铺，就是我为我的朋友这里有工作有事做嘛，就是我出来做事。那你现在在这边一个月工资多少钱呢？四千多嘛。四千多，那满意吗？对这个工资还可以吧。